再给大家透露一下，新歌已经录完了，很好听，很好听，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情歌，我觉得真的是写到了我的心坎里。然后呢，我就和我的那个音乐制作人开玩笑，我就在练这个歌的时候，因为是个男作者写的，我在练这个歌的时候呢，我就说，哎呀，男人呢，写果然跟女人的这个分手后的这个状态好像不太一样。那个男作者写出来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没有了他不行了。然后呢，整天就处在一种，就是我能感受他那个情绪和歌词，处在一种就是堕落的那种边缘。然后想想，好像女生分手以后都是老娘要出去玩，老娘要开心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感受到那个作者就是，哎呀，好像那个以前我们这些美好的回忆啊，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。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，为什么走不出来的人是我呀、啊？什么之类的，矫情了，矫情，但真的很好听。这歌真的，如果我是我，唱两句，马上就发了，不要着急啊。哎。